史上最烂的种田游戏。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相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是向往着平淡自由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生活的。今天小周就要给大家介绍这款游戏，叫做我的乡村生活。当然了，这是个外国人开发的游戏，所以这乡村生活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像是外国农场模拟器。最让我惊讶的是，想要体验一下当农场主的感觉竟然要花我41块大洋。拜托，我干嘛要花41块的天价去买一个种田游戏？不是我想玩啊，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啊。让我们进入游戏，希望不要让我失望。No God, please no no！ 这是个啥呀？这贴图，这电视机，这地板砖，这能值41吗？还有这鬼畜的自行车，我花41块钱是为了透过这个若隐若现的窗户看这个垃圾自行车震动的吗？我操，无情！这桌子上又是啥？我的天，这是坨屎吗？有谁家里会在桌子上摆屎的呀？我的天，干！这破电视居然还能放呢？我怀疑这应该是我能在这个游戏里面看到最好的画面了。谁他妈骑车不用手的呀？